我媳妇当年呢，是说为了好吃的，才来中国跟我在一起结婚，因为她长这么大，没有人给她买很多好吃的，像我一样，对不对？是。我们两个感情非常纯粹，就是为了好吃的这个供需关系。是。所以，今天我要给我媳妇儿一个好吃的。这个好吃的一年多吃在这儿。你一年多吃，你咋不跟别人说说呢？介绍介绍啊，独乐乐不如众乐乐，自己觉得好吃，你得把这个好吃的推广给大家伙啊。你是不是也想卖货？啊啊！哎呀，那不得做好吃的？我的妈呀，这个好哎！你真假，你太假了。兄弟姐妹们，纳宝地各大超市均有销售，然后咱们这呢是19.9拍一单发一袋，这一袋是500克一斤装的，一共20个啊，像刚刚提了打开的这个一小袋里边是6条，非常真好吃，非常非常酥脆，入口即化，淡甜浓浓的芝士香，淡甜啊，淡甜浓浓的芝士香，印度尼西亚进口，越南进口，大家伙自己看自己衡量。我们卖了这么多年的好吃的，然后呢卖了这么多年俄罗斯威化，咱们国产威化，这个威化应该是我们遇到比较好吃的，没有之一了，大家伙相信，放心大胆的下单，孩子吃也不会觉得甜啊，淡甜，很推荐，非常推荐。哎呀，对，非常好吃。